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化简的这个式子。首先哈、哦，碰到呢整数派啊，180度呢是一个派，碰到整数派的话，函数名不变。啊，这个在第一象限呢，在那个180嘛，哦，啊再加一个西塔，第三象限 ，sin 是负的，所以这里是负的。啊，这个哈、哦，这180减西塔。第二象限呢是正的，所以这个是 sin 哈西塔，那第二象限正的，所以这是正的。好，那 sin 呢负西塔，哦西塔在第一象限的话，负西塔在第四象限，第一象限的话 sin 是负的，所以这是负的 sin 西塔。哦，或者你可以把它看成是，这个 sin 是奇函数嘛，所以负号可以抽出来，这样也可以。那这270碰到，那个二分之派的奇数倍的时候，正余的变正的哈，余弦变正弦，三西塔。啊，正负号呢？这270嘛，加西塔，第四象限 cos 是正的，所以这是正的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负一啊，啊这也是负一。所以是负二。